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河马富美 Martin， 今天带客人这儿玩看二手房。暑假期间，很多中国客人赴美买房。这套是在 Potomac Springs 独立屋，室内是3329尺，占地3700多尺，2013年的房子，售价只有230万。一楼是亮面的这个地砖。非常漂亮，这个地砖是豪宅上会使用的，踩上去非常舒服。一楼左边是一个半卫，这个房子是四房，3.5卫，这边还有一个储藏室。一进来是餐厅，感觉像样板间，因为墙面都做了很多装饰。这边通往厨房。整个一楼都是这种亮面的地砖，这个我非常喜欢。3300尺房子，空间非常大，它是双主卧。这边是厨房灶台、冰箱、厨房电器。在这里是有一个厨房 pantry， 灶台下面都是储藏柜子、抽屉。好，客厅，带壁炉的客厅。OK， 李森女介绍说，这个岛台是有 waterfall 的一个升级。对。后院是没有邻居，后院私密性很好。然后往那边走有一个 hiking trail， 就可以爬山的，一个休闲娱乐的山路。这是一个 California Loom， 非常大。Now this space is west, this space is south. OK， 这里是西面，这里是南面，西南朝向是耳湾最好朝向，看过我视频的都知道。So you get the most sun. 对，阳光会非常充足。这是一个户外的一个取暖的户外壁炉。这边有一个门是通往主卧，它是双主卧，一楼有个主卧，二楼也有主卧。这个 California Loom 上面还做了一个取暖的一个。电子设备，在一些餐厅上面会看到，在户外吃饭的时候有这个东西就不会冷。这个门是可以全打开的，折叠式的玻璃门可以全打开。好，这是客厅、厨房，然后主卧在这里，在客厅这一侧有一个一楼的主卧，它是双主卧。主卧这边是有一个门可以通往自己的后院的。衣帽间，两个衣帽间，这是卫生间，都带有窗户。好，我们去楼上看一下，一楼是主卧加半个卫生间，有1.5个卫生间，然后整个一楼都是这种亮面的地砖，非常舒服。厨房灶台是做了升级。楼上地毯，楼上有三个房间，其中两个房间 Jack and Jill 的卫生间设计，还有一个 loft 很大。室内是3329尺，上来之后先是 loft， 那边是主卧，这里是 Jack and Jill 的两个次卧。房间里是地毯，次卧都很大，这是放了一个 king size 的床，还有很大空间。这个房间看上去像主卧。卫生间有两个门，这个门出来之后是另外一个次卧，也是很大，也有这种双开门的衣帽间。好，我从另外一个次卧出来，然后这边是洗衣房，二楼是深色的实木地板，就是走廊区域和Loft 区域都是深色实木地板，在房间里是地毯，然后主卧这边又是有一块地砖，加上地毯。好，这楼上的主卧，楼上主卧在这个空间，还有边上有一个放了一个贵妃的沙发。楼上主卧和楼下主卧是对同样的位置。
这是楼上的主卧的卫生间，浴缸淋浴房，里面还有衣帽间，做了很多柜子。好，这个的话惠马町在尔湾 Portas Spring 拍摄一套二手房，室内3329尺，占地3700尺，售价230万。最近尔湾的市场还是非常火爆，库存很少，本月库存看到是175套，过去都是有300-400套，库存少需求多，所以房价还一直是比较坚挺的状态。有兴趣约号码今天看房，谢谢大家。